校也没摸，就丢里面。半砖。老鹰，他是吃到谁的啊？带错字吗？不是吧？这防具，这工具，武器匠，新手，问号。我刚不是我带错了吗？僵尸有办法进去吗？没试过哎、欸，因为没有小僵尸屠名过，而且就算屠了我没差，我可以把他们变回来啊。是有办法进去啦，又应该是没办法，因为我下面有放那个木栅栏，所以理论上他们是过不来的。哎、欸，好少、喔，这我等一下去换一换好了。我们现在修我们的钻石镐。
修好了。再来。哦，有青金石了。没有，我们要砍，我们要砍，才不可能砍嘞。好啦，现在我们有红石、青金石的那个来源了，所以再来就是，我觉得羊也不用养了呢，羊之后做打算吧。那感觉整地吧。先把这些建筑物拆一拆好了，这个拆掉啊，不对啊，用僵尸弓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可是很难用欸，因为我附近都是那个尸壳，我不知道尸壳咬有没有算不算啊。那斯科每次都是先跑来咬我，不是咬村，咬那个村民。啊，就是他们要咬嘛，那个铁巨人马上冲出来，很恐怖哎。这边一开始这样子啊，后来后面就是，比如这边都是我讲过啦，都是铁匠，都这一排，然后这一排可能就都附魔师这样子。好忙哦。啊，休息一下，今天太累了。我去尿尿。对啊，斯科就很奇怪啊。好，现在要干啥嘞？把村民赢一赢吗？那这样的话，我要都是啊，怎么那么多渔夫？哦，是见血图。这样子。
我想一下哦，这边，这边就暂时这样吧，不动了。这个书柜的，这个我应该把它拉出去了。有丝绸，又有修补。这两个很重要。你又从哪来的？阿豪安安，上次你一出现，我就在想说，看你叫什么名字，突然想不起来。的书柜在哪里？我们要大量的书柜，书柜，好贵哦！书柜，然后半砖。我去欧达啦，你加油！我也要欧达。啊，可是我欧达观众会跑光耶。那边的吗？我没记错啊，是 Moco 那边的啊。欧达，不要，我觉得观众都会跑光光。
为什么你又是戴眼罩的啊？有病哦！对不起。哇，17块。机旁边这边要补哦，他吃到那个了哦。我这不是放工作台吗？不见了。有搞哦，来不及换就变这样哦。哦，就是这样子啦。
我是哪边好书柜让他们读到啊？有高哦。哎，那个村民嘞？他跑去地狱了吧？他是吃到什么？卡住了，造凶嘞！太暗了，是不是？真太暗了。为什么？他吃到谁的工作台啊？还是这个？这样子。好麻烦哦，到底是。不是啊，他们不到达不了工作站就好了，不是吗？啊！现在到底是怎样？不对啊，我敲掉就好了哦。
又变什么了？啊，怎么是屠夫？太贵了，然后跟你道歉好不好？先把这个拔掉，不然一直吃到这个。还有什么烟熏炉？这个。你这卖太贵了吧！我好像把你杀了哦，把他杀了，气死了！算了，留着保护欸，一组等于保护，太贵了，太贵了，太贵了。
有了，来来来，跟你交易，我要锁住你这个掠夺三。哎、欸，你还没有？那、啊、你吃到的是什么？制甲师？啥、啊？谁的、啊？恭喜派奇哦！其实我要先把那些东西都先藏起来，不然他们直接都乱掉了。等一下哦，哎、欸，那这只好像也可以杀掉了、欸，哎，不是要书柜吗？睡觉，睡觉。星期六晚上巧克力的。